制足耳龙珠病方葛氏，耳足龙，取属胆，纳耳内，不过三欲。有人云，侧卧立一胆尽，须臾胆汁从下边出，出出一龙，半日寝，乃踹至三十年老龙。右方八豆十四枚，倒额之半两火融。那八豆何取如小豆，绵裹那耳中，踹日一亿。遥云踹三十年龙，若足得风，觉耳中惶惶者，即取盐七升，赠蒸使热，以耳枕盐上，冷复意，亦疗耳足疼痛。蒸运右方瓜蒌根消令可入耳，以腊月诸之间三沸，出塞耳，每日坐三七日，即愈。遥视耳痛有之出方，熬杏仁令赤黑，捣如膏，以绵裹塞耳，日三易，三日即愈。耳中痛，脓血出方，月下灰吹满耳，令深入无苦，即自出。耳聋，菖蒲根丸，菖蒲根一寸，八豆一粒，去皮心，二物合捣，筛分作七丸，绵裹卧即塞，夜一支，十日利愈。黄芝利柴，耳中脓血出方，系附子末，以葱剔合，灌耳中，凉丹葱剔一家，侧耳令入耳，耳中长明方，生地黄切，以塞耳，日食数亿，短聚疗耳，出脓汁散方，凡十二两，烧黄连一两，乌贼鱼骨一两，三物为散，即如枣核大，绵裹塞耳，日再益，更加龙骨、耳聋八豆丸，八豆一枚，去心皮，斑毛一枚，去赤足，二物合捣筛，绵裹塞耳中，再益甚验，云此来所用，则凉。右方磁石、菖蒲、通草、熏露香、杏仁、蓖麻、松枝捣筛为末，分等蜡及鹅之合，硬合为丸，稍长，用钗子穿心为孔，先去耳塞，然后纳于药，日再出爪痒，即作生月鱼总钗殿中喉尖笑，耳足痛，睁言运之，痛不可忍，求死者。菖蒲父子各一分，末和乌麻油炼点耳中，则立止耳，脓血出，车匣之塞耳中，脓血出尽，愈复方肘后方，疗耳足肿，出脓水方，凡时烧末，以鼻管吹耳内，日三四度，或以绵裹塞耳中，立柴经验方，至底耳方，用桑飘烧一个，慢火至即八分熟，存性细盐，入麝香一字为末，身在耳内，每用半字如神效，如有脓，先用棉包子捻去，此后身药末入耳内。右方至耳足龙，八豆一粒，蜡果针刺，令通透，用塞耳中，梅湿方，制耳九龙，松枝三两，炼八豆一两，香鹤熟捣可丸，通过以薄绵裹，纳耳孔中塞之，日一度益，盛会方，治肾气虚损。耳聋，用鹿肾一对，去之膜，切鱼齿之中，入精米二合，和煮粥，入五味之法，调和空腹，令之作羹及酒，并得渡人方，治耳聋，因肾虚所致，十年内亦服愈，蝎至小者四十九枚，生姜如蝎大四十九片，二物同气内炒，至生姜甘为度，为末都作一服，
初夜温酒下，至二更尽，尽量饮酒，至醉不防。次日耳中如生黄，即笑，胜金方，至耳聋立笑，以甘地龙入言，住在葱尾内，喂水，点之，千金方，至耳聋，以雄黄、硫磺等分为末，绵果塞耳中，右方九三升，子母精子一升，碎之，近七日，去子，任性服尽，三十年龙钗，右方以纯作，微火煎附子，薛令煎塞耳笑，外台秘药治龙，芥子捣碎，以人乳调和，绵果塞耳钗。杨氏产乳方，疗耳鸣，无昼夜。乌头烧作灰、菖蒲等分，为末，绵果塞耳中，日再用，效。